是，你知道他为什么找了？肯定是你发的上海的账号给他。我不可能不发他的账号啊。所以说没办法啊，现在人家护照都卖你没办法。我不可能不发上海的呀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八月底的时候就说一定会不发。对呀、啊，看你发账号了嘛，已经发账号给他不发了，然后呢，给了你了。然后他当时还打电话催我，我就发给他了，结果后面又说，说什么还要讨论，可能不要这个时候干嘛，我觉得。问了那边，好，看好。好，这就是发人家账号。为什么传言是波浪呢？你是发我们自己要求的。这个。想波浪。微波。